哦，那也是92年的中华少棒队的女国手，我也唯一的哈、哦，那很少有女国手哈、哦。哇，10年前了哈、哦，嗯，不止了，20年哦，20年1992哦，1992了哈，20年啊，对啊，哦，现在是2012了，37岁了，34岁左右。所以现在大会特别找回来了、哎、这位选手来担任了，要应该32岁。嗯，好，我们欢迎思婷，请用热烈的掌声帮思婷加油。真的20年前的活泼，所以依旧还蛮活泼哈、哦、对，他一定会觉得很有荣耀呢、嗯、很有感觉了。对啊，虽然是20年过去了，但他也是中华少棒队的一员，现在重回棒球场上啊，为好的裁判到场之后，马上就进行今天的开球仪式。亚太区世界少棒锦标赛来做开球、嗯。哦，这个算是有底子的哈、哦。对对，少棒的话、哦，那女孩子也可以参与了。哎呦，我刚刚还想说，哦，这一定要开好一点的哦，我第五队呢，血管坚定。对，来来来，好。不过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哦！啊，20年前呢，中华少棒队的国手啊，特别是女选手呢，找回来开球，李思婷选手。